保罗他是一个宣教的，宣教士，他有一个一股宣教的心呢。他宣教心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的宣教心要把福音带到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的地方当中啊。所以的第二十节，我立的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我再读一遍啊，我立的志向要把，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听起来你的感觉是好的，保罗很骄傲，人家去过了，我不去，我要创意的，我自己来搞啊，这好像很骄傲，其实不是意思。 保罗的志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到那些从没听到福音的人去传福音。所以他是个开荒职堂的人，他不是个驻堂的牧师。牧师当中，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好好的服侍。他是驻堂的牧师。保罗不是这种牧师，他是要开荒职堂。他建立一个教会，把提摩太留下来，他另外一个地方去。 他是开荒的人，职堂的牧师，所以这个是他从神那里的领受。他的目的是说，我要把福音传给没有听过耶稣的人。OK， 怎么传呢？是靠神的能力，这是第二方面。保罗这里说啊，我夸口啊，他是怎么夸口的？18节，除了基督。 接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接我言语作为，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那保罗的夸口啊，不提自己做了什么威风的事情。保罗他可以说，你看，我做了很多事情啊，我建立了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个是我的 resume。 那你知道吗？我们从国内找工作，听说了哈，我不太清楚。中国呢要写那个履历表的那个要求没有加拿大那么高，是吧？中国最主要是你认的那个单位里面的人，你就可以找到工作比较好一点，你有关系。这里呢写履历表啊，那个 resume 啊是一个 full time job， 是一个全职的工作。你有什么写？把你的不好的不要写太多，把你的强项写得清清楚楚。 就是怎么样推销自己啊？人就是这样吧，把自己的能力的宣传出来。你看我们今天那个华西驾训后面，你们没有看到谢牧师跟哈珀总理拍的照啊，啊，多威风啊！哎，其实呢，老实说，我给他们拍两个照，我送两个照片给他。我的意思是说，盼望把那个我在讲课做培训的大一点。 那个总理那个照片小一点，不需要那么大，但是他们反过来，他说：“哎呀，跟总理拍一个照片重要一点。”所以这么大，那个圆当那个圆圈的很小啊。其实让我你的感觉是牧师去中国啊，就是跟哈珀在一起，喝啊吃啊那种。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是做那个培训的工作，人家看了、啊、刚刚的印象相反。 哎呀，这个不好。但是呢，我明白那个弟兄，哎呀，总理是跟总理拍一个照，虽然我站在旁边，没有在中间，你知道吗？旁边还要好，放得很大，很自然，我可以理解。我不去骂他，但是我盼望那个圆的那个其实更大，当中人好像不多，我是故意把人头都砍掉，因为很多那个面孔不知道把它登出来，这个对他们可能有点影响，啊，这个是有点秘密的培训啊。 人就是把你的成就啊、威名啊，把它登出来，这夸口啊。但是保罗没有夸口，他自己的作为，他怎么说啊？是基督啊。他说得很清楚，18节，除了基督接我所做的，神接受我做的，所以他夸的是夸基督，是神的工作，神通过我，我只是神的工具。 他在我接着我做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要向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是靠圣灵的能力，是靠着基督的工作。怎么做呢？就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好像一个祭物一样，他把保罗描写自己作为一个福音的祭司。第十六节，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那你看祭司是什么意思？就把他的祭物献给上帝。旧约的祭司这个祭物是什么？牛啊、羊啊、动物啊等等吗？还有树枝啊等等。好，但是保罗说我是福音的祭司，不是把福音献给上帝，把信耶稣的外邦人完完全全的蒙悦纳的圣洁的，按着圣灵的能力把它献给上帝。所以保罗呢，你看他的福音的宣教的心是怎么样呢？他要到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当中，然后呢靠着圣灵的能力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好像献祭一样，让他们得到神的悦纳。这个是保罗的宣教心。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可能说，哎呀，这个是保罗宣教心太厉害了，他去什么地方雅典啊什么都没有听过啊。我们是平信徒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也不是宣教士。保罗的宣教心好啊，谢牧师你跟他学吧，那这个不是我的事情，我是支持你吧。那这个搞错了，其实保罗那个宣教心呢，就是回应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前给每一个信徒的呼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耶稣的门徒，是吗？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人生的重要的使命。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短短几十年很快的过去的，我们要活，从今天信耶稣开始要活在永恒当中。我们工作好像不是工作，一方面是工作，但是同时之间呢，我们是把在工作的场合当中把永恒的福音活在那个工作的环境里面，让它彰显它的永恒的荣光，让把耶稣的恩典在我们的工作、在家庭、在社区、在朋友的圈子当中啊，把它表达出来，在地如在天。现在因为要吃饭要工作，但是呢同时之间活在永恒当中啊，所以本身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一个活在宣教的工厂。保罗说我要向还没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你可能说，牧师啊，我哪有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啊？那可能你是已经信主好久的基督徒。我发现包括我在内，有时当你信主的时间越长，你发现你身边的非基督徒的朋友越少，对不对？原因在哪里？因为我慢慢的花的时间在教会多，有时时间过分的多，很少去跟我们的还没信主的朋友建立关系，而且有时时间比较逃避啊。有时时间呢，我们就是因为慢慢的已经习惯了基督徒的语言，对那一些还没信主的人那个语言慢慢的已经沟通出了问题啊。我们真的没有信主的还没信主的朋友吗？有没有啊？有啊，很多啊，对吗？刚刚信主的朋友弟兄姐妹，你的非基督的朋友越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有没有？我整天都是跟基督徒在一起，应该没有吗？有没有？当然有啊。我去走酒楼，那一些我们每个星期三我们去那个有一个餐厅吃饭，做怡康服务以后呢就去吃饭，每天都去啊。那一些服务员就是我们的朋友，我都认识他，这个叫 Lucy， 这个叫 Julia， 我都认识他的名字啊。他就是我全福音的对象。其实我们身边90%多的人都不是基督徒，连我们家里面的有些我们的孩子、丈夫、太太还没决志的，这个也是还没信主的人，对吧？怎么做？倚靠上帝的做。其实耶稣也说过，我们在末世的时间面对挑战，不用担心你口里说什么话，圣灵会帮助你，给你开路，
让你讲出当讲的话。所以只要我们的思维改变，不好意思，这个不能听啊，不好意思，把它关掉，忘掉啊，刚才说没关掉啊。只要真的我们的整个心态改变，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家人上班的时间，哎，这个是我同事，这个是我的朋友，这个是我的亲属啊，很烦的，他哎，这要有什么秘密不要跟他说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这个人要跟我竞争升职的对手啊，那我们都用人间的来看每一个人。但是呢，只要我们把整个眼睛都换掉，换一个新的眼睛，重新看一下保罗，就是说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听过耶稣，还没有称耶稣为主的人，我们欠了他福音的债，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爱实实在在的把他分享，跟他分享，让他带到好像献祭一样，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整个人生去上班的心态都改变。你说我没上班，我在家里面，你那个心态是这样的话呢，你整个人的那个跟人的打交关系的事情那个态度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保罗的宣教心就是说，现在就是宣教的工厂，当下就是传福音的好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做宣教不是单单那在宣教室菜桌外面去，或者是短宣，其实每一个人呐，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社区工作当中，就是一个宣教士。神要我们好像无论在哪里，就有保罗这个宣教的心，福音的心，把这个福音带到我们的身边的人当中。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有些时间我们做事的方法是说好先好计划，然后一步一步的我们做，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我们就祷告神啊，我不靠自己了，我单单靠你，我要把福音带到我的公司里面，怎么做啊？你知道我们开口跟人谈话，政治跟宗教不能谈了，对吧？你谈了政治跟宗教就吵架了。你是政治的话，你是什么党？哎呀，大家都吵架。宗教，你是基督教，我是佛教，什么教？哎，又吵架。哎呀，不好。所以呢，这宗教跟政治不要谈。主啊，不知道怎么做，求你帮助我吧，如何在我公司当中怎么样把真正的福音传开。有些时间传福音不是单用口里说话的，可能更重要，先把基督的生命的爱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呢，你的话才有说服力。神可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求你接着我把你的福音传开，我要把每一个人把他带到你的面前，好像献上祭物一样。献祭祭司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功能，就是祷告。保罗说，我要把我的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一定要从祷告开始。我们在公司里面有没有愿意做一件事情，就说好，神啊，我明天上班了，我明天在公司里面，我要为我的同事来祷告。还没信主的一些同事、家人、朋友，一个一个的提名为他祷告，让整个公司有一天神的大能充满整个公司，让他们都成为神的圣洁的一个祭物献给他。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做吧。做一个挑战，哇，真的太难，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先从一个人开始，我们一个人祷告，为他祷告，神啊，求你工作，我做不了了，为你工作，为你工作。神是奇妙的，他真的能够有工作，真的能够给你当讲的话，给你机会，能够把神的能力来彰显出来，让你不得不五体投地啊。各位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愿意的心，回到工厂里，放在公司里面的时间，就是，哎，这个公司是我的宣教的工厂，我怎么样来把每一个同事、一个朋友献给你？你的家庭、你的社区、邻居也是你的宣教工厂，为邻居祷告，一个一个的祷告，然后呢，把他带到你的面前。神是信实的，
是有能力一定能够做得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不是单单开布道会，布道会是收割的，传福音是最主要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一直要把福音实实在在的传开。粤语堂他们开布道会了，4月份，所以邀请那是牧师啊，邀请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来帮忙。帮什么忙呢？很多事情要做啊，他们要常务啊、总务要做，帮忙。上次他们帮我们吗？现在我们要帮他们，怎么样去彼此帮忙传福音？教会呢，还有我们鼓励我们在本地传福音，还要去外地传福音。我们在4月份那个黄传道、三里传道，他去牙买加。啊，他可能可以有几个弟兄姐妹跟着跟他去，他去了5天，因为他孩子太小，他太太要上班不行，但是呢有弟兄要跟他去，他可以留2个星期，我们有愿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去。然后呢5月份我们有几位姐妹去，朱老师跟那个 Ruby 他去中国啊，我女儿也去经历一下，有很多的福音的机会。7月20号开始，我们去 New Brunswick 去传福音。你现在在 New Brunswick 有2种人，餐馆的是广东人，开始有讲国语的，其他专业的人、当地工作的都是讲国语的。所以我们邀请啊，我们当中有愿意的啊，不是你愿意的一定能够去，我们要和他去开会，还有 interview 的现在。啊，在这个欧街也 interview， 你比如说我去了啊，顺道去吃龙虾啊，顺道去玩一下啊，不行，去工作了。当然还有一天半天可以去吃龙虾，还去钓鱼，都可以。但是呢，最主要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我们还要 interview， 看看你是否合格啊，啊不够资格的话，对不起，这向主日学，明年再来，经历一个100%投入传福音的一个机会。5月份还有很多机会的。鼓励我们在本地学习为福音的对象祷告，学习为自己作为一个全福音人的人祷告，来经历耶稣基督的大能啊！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你真的说神啊，我要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公司，你的圣灵的能力，求你充满我们。主啊，我把我的家交给你，孩子、丈夫交给你，求你祝福我们，你的福音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祷告，拼命的祷告，等神有一天要按照他的时间做他的大事。从祷告开始。好，第二个心呢，合一的心。当时保罗呢，他在那个22节23。但如今呢，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呢，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哪里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那23节听的时候，你就感觉很奇怪，保罗传福音到那边没有可传的地方，他已经传福音的结束了，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他现在在往西边发展的福音的工作，基本上很多的大城市已经有教会的，因为他是个宣教开方的，所以呢，他不是驻堂啊，他建立教会以后，他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觉得西方的希腊啊、意大利等等，基本上很多大的城市都已经有教会了，有些是他建立的，有些是别人建立的，差不多了，他要更加往西边去西班牙。为什么西班牙？西班牙是西边罗马帝国最边缘的地方，西班牙以西啊，这是大海啊，他们不知道有美国，有北美洲嘛，不知道，所以他说到地极，他盼望到西班牙，顺道经过罗马去探望他们，这个是当时啊他的心态啊，他不是骄傲，他是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他又做了，不能这个西班牙的旅程不能去啊，为什么？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但如今呢，25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是算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的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当时保罗说，我不能去西班牙，因为我要去耶路撒冷，把马其顿的教会跟亚该的教会所捐的钱带到耶路撒冷，捐给耶路撒冷的母会啊。当时的教会当中，母会母亲是还是耶路撒冷，因为都是福音在耶路撒冷生的教会，是吧？这个时候母会把钱带到母会当中，帮助一些母会的比较穷的弟兄姐妹。那可以看到当时一个教会的情况，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慢慢传到其他地方，而且其他地方的教会越来越多了，经济比较好一点了，它的比较强了，反而比较起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这比较问题比较多，因为在犹太教的之下的话，他们限制很多啊，所以比较穷啊，而且经济也不好啊等等，所以比起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反而不如外邦的教会。那举个例子，假如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呢我们是国语堂的教会，现在国语堂人数多还是英文堂人数多？中文堂还是多一点，是吧？我们大概80多，英文堂也不少啊，60多。有一天他们更努力传福音，100多人，他们说，哎，谢牧师，我们100多人，你们80多人啊，换一下好不好？你们去哪里聚会？我们要在这里。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他们人数多坐不下，教会也没钱，没钱要改建了，他们说那个 gym 啊，运动场不好啊，这里好，过来请你们让位去那边运动场吧。那我们的感觉怎么样？我们是老八，你们是孩子，把老八搬到运动场，孩子要坐在那个好地方，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感觉是啥？我们是开始啊，你们是英文堂，是小孩啊，年轻人啊，都是我们的孩子啊，你们读书的钱都是我们付的。那问题，那你想一下，你从这个角度想一下，有一天国语堂比粤语堂更大啊，时间没有冲突啊，但是这个感觉是这样。所以呢，耶路撒冷犹太人为主的教会，他们慢慢的比较衰落了，外邦人教会比较发展得很好，因为外邦人信耶稣比较方便容易。犹太人因为犹太教的缘故啊，很少人信耶稣，所以那个情况呢，这样比起来了，这个感觉怎么样？当中呢，这个关系啊，矛盾呢，可能开始人讲话越来越多啊。保罗凑了一些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要增加外邦人的教会跟犹太人教会那个情谊啊，增加他的感情，让他们两个教会的群体不要打架，不要彼此有矛盾，彼此相爱，而且世世在在的在通过彼此帮助之间建立更深的情谊嘛。但是为什么他自己要去啊？他不一定要去啊，他说哎，交给那个彼得啊随其他人派过去就可以了。他自己要去，你知道后来怎么样？给抓了，后来一直要告到罗马去，他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把钱带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要自己去啊？因为保罗就是代表外邦人的使徒啊，对不对？他是代表外邦人教会，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说，这个保罗到那边传福音现在厉害了啊，你是以前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已经哈这么多教会都是你建立，现在看不起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了，对不对？对。但是保罗没有这个心态，他把这个砖钱亲自的带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要修补那种两个群体的关系。所以在保罗的心中啊，他冒了自己的生命的危险，把自己的旅程计划都放下来，先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盼望两个群体保持合而为一的心，他爱他的教会，爱神的家，他不愿神的家里面有冲突有矛盾，他要保持圣灵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教会是要合一才可以完成传福音的责任的，合一更新广传福音，教会不合一不能传福音，
教会不合一，传的福音呢、啊、不是真实的福音，不是和平的福音，是打架的福音。传福音带给和平，这边打架，这种传的福音是破产的，对不对？神要我们真的是传和平和好的福音，所以他要他的教会来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教会很多元化啊，刚才我在那边等了，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他的名字很难读的，他叫 Aeropad， 你读那个字的不 Norapad， 他是泰国人呢、啊，所以他的名字很难读出来。他带了朋友去泰国华侨吧，但是可能那中文已经不行了，他讲泰文跟那个英文等等。其实我们英文堂以前曾经有过黑人的，牙买加黑人，所以其实慢慢的教会越来越多元化，本地的、外地生的、这里生的、外地来的，可能有一天呢、啊，以前有个韩国人，慢慢教会多元化，很容易有不一样，因为有分别，就很容易带到纷争。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保罗的心态当中，我们要尽量，甚至付很大的代价，要保持神建立教会合一的心。所以我们跟执事们说，哎，我们国语堂、粤语堂、英文堂，小孩，我们是一个家，一起来，不要有分别，是感谢神，但是我们要保持合一的心。我们教会当中，国语堂当中也有不同的小组啊，是吗？你不能每一个小组都去啊，对吧？有不同的小组，我们彼此小组之间见的面比较少。哎，你是 A 小组的，我是 B 小组的，哎，你跟我就不一样了。吃饭呢，总是永远是自己小圈子一样，其他的我不坐台，不坐话，不谈，不坐在那边不谈话，啊，这个不好。我们都是一个教会，而且我们教会是很小，也不是大教会。我们彼此一起增加大家的情谊，彼此认识，彼此相爱的心非常重要。国语堂、粤语堂、什么堂，我们都把它。这个分别都慢慢的冲破那个分别，所以我们盼望在六月份那个夏令会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在一起过几天，三天两夜，能够真的能够记得，哎，那个香港人国语堂的啊，粤语堂的，英文堂的，大家都其实都能够有沟通，语言不行，大家组里面有爱心，彼此支持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元合一的教会，能够人家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看到。我们不是单讲福音呢、啊，单讲一个和平的福音，我们活出一个和好的福音，这个是神赐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彼此之间，因为有不一样的话呢，就产生很多冲突。有一些教会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教堂里面有几个教会，根本连传道人都不谈话的，这个很可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教会的没有到那个情况，我们彼此之间都能够有合一，所以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的心，因为没有合一的心的话呢，神把这个动力赐给我们的恩典呢、啊，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彼此要消磨，浪费的精力，没有精力去传福音呢。神要我们经历神这个和平的福音，就是要合一的心。保罗冒自己的生命的危险，还是要把金钱带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要保持合一的心。你知道我们要保持合一的不容易，有冲突的时间，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双方拉回来啊？我们做一个中间的人呢、啊，这个代价很大，是吧？真的不容易的。有些时间我们当牧师的、传道的，就花很多时间做这种，因为呢，哎呀，两方有冲突啊，家庭之间有冲突，我们要把它合在一起，有沟通，重新的合一，非常重要。教会的合一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就是在家庭当中合一。家庭的关系不合一，充满埋怨，充满冲突，充满愤怒，回到教会当中啊，就把这个愤怒啊投在教会当中，是吧？家庭当中有矛盾，很自然的把矛盾带到教会里面。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在家庭当中，两夫妻两代得到爱心合一，然后呢，再把这个和平的福音真的活在教会当中。当然，
要活出真正的合一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第三个心，牧养的心，牧养人的心，牧者的心。保罗呢，最后十六章大部分的经文呢，都是问安的话。一般呢，我们看到十六章哈，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姐妹菲比，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那这个菲比为什么举荐呢？她把信带到罗马去的，她是带信的人啊，她是推荐她，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服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为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保罗他这个带信的人，他是个女执事，他说你要照顾她，帮助她。保罗花很多时间推荐这个人，那这个不简单。然后呢，第三节开始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多节到尾样，保罗都说了很多问安的话。那假如你读下去的话呢，什么拔基拉呀、居拉、亚居拉，还有很多的名字读也读不出的，很难读啊。有希腊的名字、犹太的名字，还有那个拉丁的名字，很多人。保罗一一的问候他，大部分的人都是他的同工，而且呢问他在主里面劳苦。那你有点奇怪，保罗没有去过罗马，有没有去过？没去过嘛，他是盼望要去，没办法去。当时罗马教会有没有1000多人？没有，大概几十到100人，对吧？都是家里面聚会的，家里的家没有那么大，不像我们这里有这么大，所以教会当中可能几十个人。你数一下，当这个保罗能够问安的人呢、啊，也不少啊，十几二十个人。保罗那里认识这么多人呢、啊？他没去过罗马吧？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他是哪里认识他们的？不可能是罗马，可能是他保罗去过很多地方嘛。这一些人呢，他们都移民到罗马去，因为以前很多犹太人在罗马，后来那个皇帝要颁布一个命令，把犹太人都赶走，所以都走了，回到其他地方。保罗在各个城市认识他们，信了主，然后呢，现在他们都回到罗马去，他认识他。OK， 有一些是泛泛之交，没有很深的认识，有一些很深的同工，但是保罗都一个一个的名字提名的问安。那保罗很清楚，这表明保罗这个人呢、啊、真的是有对人有关心的，对吧？他是每一个人，这个人都可以说到他一件事两件事，他关心每个跟他有关系接触的一些弟兄姐妹，把他带到问安，说出来。保罗是一个真的关怀，一个牧羊人的心啊，就是不是随便别人哦，你是谁？哦 ，OK，跟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说不出来，这个是有点像我哈，我对那个记名字不太好啊。我以前的那个吴国宝牧师啊，郭一堂，他是非常好的，他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说了他就记得。我以前也是，现在可能有点问题啊。你叫什么名字？所以我有一些人我认识你，但是我名字说不出啊。等一下我再问你啊，把它记下来，写下来我就记得。能够每一个人对人有关怀，知道他的名字，关心他的事情，而是真正的从心中关怀他，那这个是真的很好。最近呢，我现在开始学习 Facebook。啊，不是单单追踪我的孩子，现在呢，我跟我们当中一些人的 Facebook 啊，写一些话了啊，很有意思的。啊，我发现这个 social media 这些东西啊，那我们不是常常玩的，但是呢，能够有一些啊，有些事情他开始用的话呢，可以沟通一些简单的事情啊，有帮助啊，了解他的事情。所以呢，一个牧羊人对人有一个很深入、很基本的关怀，有兴趣。这个牧羊人的心态，就是建立教会有爱，就是建立教会合一的很重要的根基啊。那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来教会只是泛泛之交啊，好你好，永远的躲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当中，其他人都不认识，也没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因为神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建立一个爱心的群体，而且什么呢？神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只是假如我们只是躲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我们就错失了很多神在其他人当中的一些奇妙的作为，我们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去，哎，弟兄，我见过你的面，没有了解，我们多点可以分享一下。不单单停留在我们自己的小group那个小组，我们跳出我们的小组，彼此之间能够成为一个真的建立一个深厚的关系。我们才几十个人呢，但是我们当中彼此认识够不够啊？不够，不够。我们真的可以，那基本认识都不够，怎么样去一起同工传福音呢？做不了。我跟你的最基本的名字都不知道，一同传福音怎么合作啊？合作不起来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有牧羊人的人，关心人，去建立一个比较深入的关系，不要单单泛泛之交啊。保罗不但如此，他特别欣赏他的同工，在这里提到一个人，一对夫妻，第三节，像那个伯基拉和亚居亚，那这两个人呢，伯基拉是女的，亚居亚是男的。一般的传统啊，都是男先女后嘛，把女的放在前面有点意思啊，可能在他们的侍奉当中，那个女的比男的还棒，所以呢，把他女的冲在前面。这两个人是谁呢？我们看看那个《使徒行传》18章就知道，他们本来是罗马的，后来因为罗马要赶走，他去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遇上保罗，他们一起做帐篷的生意的，可能保罗是跟他打工。在认识以后呢，他们成为福音的伙伴，成为与保罗传福音的最有帮助的一对夫妻之一。后来那个亚波罗传道人，当时有很多真理不明白，去了哥林多，这个夫妻来给他讲，从约翰的洗礼讲耶稣基督的洗礼，所以他们是保罗亲爱的同工，一起合作很多年了。他们保罗是专职的宣教士，这对夫妻啊，他们是做生意的，他们是做生意的宣教士，跟保罗一起同工多年。保罗怎么描写他们？他说啊，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就是说，这两位同工啊，是我的同工，是我的过命的同工啊，过命的朋友，他可以为了我的命，自己命都不要都可以的。他们是我亲爱的、亲爱的同工。保罗真的欣赏他的同工，没有我们英文说 take for granted，take for granted 中文怎么翻译啊？广东话的懂，国语不行啊，怎么翻译 ？take for granted 应该怎么翻译？理所当然，对，哎，谢谢。广东话比较传神的讽刺啊，我这个叫啊，理所当然就是说，哎，我们同工吧，你保罗是我是宣教士嘛，你帮助我理所当然，你不帮助我你才是不对呀、啊。往往我们当牧师要小心这个问题，你服侍牧师帮助牧师理所当然的，那这个不对。保罗是他们是我过命的朋友，他们是我亲爱的同工，他花了很多字去欣赏他，称赞他。那保罗不是单单花言巧语，他是从心里面他欣赏他的同工啊。我们要做一个教会的人，我们要学习从心里面欣赏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一起侍奉的服侍的同工，欣赏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的生命的素质很重要。因为往往我们就是心态出了很多问题，哎，这一起合作，哎呀，你为什么迟到，为什么怎么样，都是批评，很少去欣赏鼓励。保罗，我相信保罗这个人要求很高的，脾气也不少啊。那个马可他说，哎，不想我以后不想跟他跟我啊，这个他能够抓基督徒啊，这么凶的人啊，他脾气应该比较大，那个干劲很强，所以跟着保罗合作呢一定有点问题的。
保罗是一个不容易合作的人，他要求很高。那一对夫妻呢，在合作当中，我猜呀，可能都经历了困难，有问题。但是保罗没有单单看他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保罗看到他们的忠心，同事侍奉神，他真的从心中欣赏他们。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真的爱主的教会，我们真的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去纪念对方，彼此去关怀对方。我们常常呢比较躲在自己的圈子当中。那我自己跟大家分享，我这个人呢以前呢也不喜欢去做关怀的事情啊，我比较喜欢写文章、讲道、讲课，这个是我喜欢做的。哎呀，打电话去关怀呀、探访啊、做什么辅导，哎呀，这个觉得，哎呀，以前老师说我看不起辅导，哎呀，辅导是没用，比较低层，写文章、哲学啊才是高等，神学那好，看不起。而且呢，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性格也不合，我比较理性的人，没有什么感性啊，那个同理心不是很强啊，这种理性的人凡事都很理性的，怎么可以做关怀的工作？怎么可以做牧师啊？所以我刚开始侍奉的时间，我是做这个学问的人，我是做这个教书的，我是做机构的，我不是当牧师的。我这个人没有那个牧养的心肠，所以应该离开，不要做。但是呢，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全搞错了，牧养的心肠啊，不是恩赐的问题，是你的生命的问题。你生命可以改变，以为自己其实看不起跟人的关系，其实后来我明白，要做一个牧养的人，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做事，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工作就一定要有对人有心。我们教会服事不是做很多工作，我们看到外表的工作，哎呀，唱诗什么诗诗等等，这个都很重要。但是最主要是你有一个心去关怀，对人有兴趣，有承担，有负担，才是做人工作的先决条件。这个可以神的生命改变的。以前以为自己没有，但是后来慢慢学习神的恩典，让我经历很多的时间，哎，发现现在还可以做。我恩赐不是很强，有些人可以说朱老师他这个关怀的，哎呀，做得很好，他四心嘛，我这个人操心太操心，他四心做得很好。但是呢，我这个操心的人还有一个心啊，所以心比较糙一点啊，还有心嘛，你把心拿出来关怀人家还感觉得到。四心的人呢，他很温柔很好，感谢主。操心的人还有心的，真的能够把心关怀，能够感动的，能够让整个教会有温暖的，是可以做得到啊。举个前几天纽约打了个电话给我，有一个餐厅在瀑布那边造人呢，我就马上想到那个朋友，因为我在瀑布堂听到，我在瀑布堂讲到的时间，有个弟兄，因为什么记得他呢？他刚那个生了个小孩，他们婴孩奉献在听我祷告。然后呢，我们吃饭，他是广州来的，跟他谈了几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在那边工作啊，他在赌场的餐厅里面工作很不开心，因为他是那个厨师，他是很专业的，他帮他做事做得很好，但是那么赌场基本上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煮一个好的餐这个概念，只是他的老板是骗赌场的钱，啊，这个龙虾一磅10块钱，他要给赌场20块，基本上都是赚钱都是赌场赚的，这个餐厅煮什么他们吃完了就赌了，所以呢他做的不开心，我就很生气。像当天我收了电话要马上打电话给他，他就很高兴了，我只是把一个人家一个消息转给他，他收了电话以后，他说，哇，好像很感动，我说，哎呀，牧师打电话给我把一个工作的机会介绍给他。我说这个没有什么做什么大事啊，只是把刘月给我的一个消息跟他说一下，对我来说花了3分钟，我打电话给他3分钟，写个纸，写一支字条里面，没有什么大付代价。但是我感觉，哎呀，在他身上，哎，有一个牧师啊，可能他对牧师好像是领导啊，这个领导高高在上，那个人好厉害的，这个他的概念，竟然看过我那个小人物啊，只是我从来没有这个，我觉得他有一点，哎呀，把那个电话交给我，非常感动。
啊，当时我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也是刘烨给一个电话给我，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这个领受的人身上，他就感觉哎呀，神的恩典，他感觉上帝没有忘记他，可能在他的环境当中觉得很，他困在那个环境当中没有出路啊，忽然之间牧师来个电话，就好像上帝这个天窗打开了，一道光照他，哎呀，感觉那他能够拿到的工作我不知道，也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他感觉上帝没有忘记他，这个是给他一个出路啊，他心中感觉很温暖了、啊。我跟他只是一面之缘，谈过五分钟，就是这么多，我之前不认识他的，但是呢，简单的一些事情，小事情，能够让那个在这个日子很难过的这个年代当中啊，感到温暖，这是牧人的心肠。牧师说：“哎，这个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羊，我能够做一点小事，能够帮助他，能够得到那个温暖，得到帮助，这个是牧羊人的心态啊。”所以我给我自己说：“哎呀，建国，你没有牧羊的心肠，好，你从学习一下，从为弟兄姊妹祷告来学习。”一个一个的为他祷告，想到他就为他祷告，看看你那个牧养心肠是否可以从上帝赐给你。哎，真的可以的啊！以前都是活在自己当中写文章啊，什么理论呢、啊？现在呢，想到事情，心中马上为他祷告。慢慢的话呢，你发现哎，你关心他了，不是作假的，是很自然的，不是专业的表现。你这当牧师很专业，哎，你好，有个专业的表现，要不做的话，你的工作都不行嘛。但是慢慢呢，那但是你知道你看得出啊，哎呀，牧师很专业的，只是很专业，都是假的，没有心的，你看得出的，能够从专业的进到心中说，我是真的只关心，但是能力有限，能够做一点点，成功不成功交给上帝吧。那这种心态的话，整个教会都感觉这个教会是有爱的教会，我在那个教会当中，我们在这个教会没有小人物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神很看重的一个教会，是吧？假如我们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话，我们就感觉这个基督的爱啊是真实的，我们当中就感觉在冰冷的人生当中感觉温暖嘛，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才有意思啊，对吧？我们在教会当中感觉人彼此之间真诚的关怀才有意思啊，不然的话呢，每天来每个星期来教会唱唱诗歌，听听牧师演讲，然后写批评的话，再讲得不好要回家，有点浪费时间啊，所以不如在家里面看电视了，那个看电视的牧师讲得比谢牧师还好，浪费时间。我们来教会啊，就是要经历神的看顾，通过彼此之间真诚的来关怀，在经历这个大牧人耶稣基督的关怀，通过彼此之间的在牧养彼此帮助，体会耶稣基督的爱啊，这个才有意思，信耶稣才感觉这个兴奋，才感觉这个温暖，对不对？当你感觉信耶稣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你很自然说来信耶稣吧，信耶稣，我说的不太清楚，不过非常好，真的那个感觉，那个心，这个信仰给你平和，不是假的，跟外面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当中还有不完美，都有很多罪恶的，都有犯罪，都有错误，但是这个地方是不同的，因为有爱就是天堂嘛。唱的歌，有爱的地方，有基督的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来吧，很自然的去传福音，因为你尝过你的好的天恩的滋味，多么好，很自然的就传出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教会成为让保罗不要感觉失望的，保罗的宣教心、合一的心、牧养的心，要在我们教会当中建立起来。阿们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软弱，我们比较自私，我们都顾着自己的事情，很少顾别人的事。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因为你的爱是有能力改变我们，你的爱是可以在我们冰冷 的心当中可以经历温暖，你的爱可以让我们重新感觉生命的盼望
和能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深刻的体会我们当中的彼此之间的这个情谊，然后呢感觉这个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立一个真正有爱有真实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